想听你咳嗽哦，他可以帮你拍。各位午安，我今天比较晚来，就快结束了我才来这个电玩展，因为今天比较有事。哇，后面这群人每人一台 PS4， 生意真好。好，我们先赶快进场吧，今天时间比较急促一点，所以我只希望我能拍到我想要的画面。今天我从另外一边进来，那今天礼拜六应该是人潮爆发的时候，今天跟明天应该都是啊，我就从这里开始逛吧。哎，好久不见，难得看到你啊。很少出现在展场。好挤啊，想不到这么多人，虽然路很大条，但是还是很难走。有人到旁边稍微准备一下，对对对，因为呢，他待会儿卡住了。好的，黑哥，好，那么第二首我们就把机会让给别人，先放几个礼物来。我来到了图奇，那笔数来到学生是6:1，这差距其实有一点。10分，所以如果呢，我们还在进行闯关
好，谢谢。啊。拜拜。OK， 拜拜。谢。哥，你好香。就是二四开头，二四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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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吗？二四九，这边吗 ？OK， 好，恭喜。有哎，有哎，好猛哦！二四九可以领哦，可以领。礼物是有限的，是有限的，所以大家要赶紧把握这个时间来拿我们的这个限量的礼物。今天比较晚来，那今天的活动又到了一个尾声了。那今天的话，影片也会比较短，不过明天还有时间，我们就明天再来。